打得折开住，只有情永座。大家疫情下聽到呢啲咁美妙嘅音樂咧，舒服曬，輸入正能量啊！師傅幫我哋輸入正能量。阿師傅自學噶嚇，重複聽一首音樂就揾翻曬左右手主音同和音手。大家都要寫個福字，帶領我哋香港人咧戰勝呢個疫情，好好聽，完美嘅音樂。社會很多人士都受到很大的壓抑、困擾或者失業，很多負面情緒，只要聽過我們師傅彈那些音樂《只有情永在》，大家都心境豁達很多，舒暢很多，幫我們社會、重組一個凝聚力，令到社會更加和諧。俾我哋无穷嘅欢欣同埋关爱，多谢师傅，加油！